曰然。上。所应听是听谓之利也，听平也，使之平于世也。注集解为昭曰：在百邪，正义案未律令也。故意百书之言上所示者之为正欲，以廷尉法令决平之，扬逐之，民间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应一作权。注正义百官表云：廷尉秦官有正左右监皆至千石也。按上集则汤应对谢之如上意，必以正监等。贤者本为臣建议如上意，臣不用，愚昧不从，至此也。注集解苏林曰。